听讲，这有一间店的空肉饭真好吃。元小姐，店找到之前先看到这间肉元小姐。哎呦，啊，各项物件拢俗俗啊卖哦。我爱十点半才开。我要找的是这间大口子。伊这有迄个卤竹笋啊，哎呀，卤白菜，哇，还物件遮侪行嘞，哇，这鱼头，有啥肉的呀？要什么卤的？我们用那个白的。刚刚问一句，阿得请因老婆出来。你讲人无好食，尔剩的人都好食。这是啊，这是包装一只哦。放在这的食材，那是中南安尼就变做综合汤，或者是咸梅啊。哎，物件袂少呢。那青菜咧，介意就青菜，无介意拢无青菜。哦，这是咸梅哦。这是综合汤。哦，综合汤啊。哦。有用的，今仔无人的，你伤侪人，我哪有法度应付遮侪？当然哦。对啊。系啊。十岁了，无法度。七十岁食老啊。嘿。你十岁了，无法度应付遮侪。所以我会空肉饭吗？你叫妹哦。哦，伊会空肉饭吗？对啊，你叫妹。哦。你慢慢等，叫你。看你到底想做何一款呢？对不对？正点拢查某人咧做，对对对，先做姜梅，安尼看，安尼空肉饭，空肉饭嘛，你看这地安尼，哦，啊，空甲绵绵安尼，哦，包括这入口这块，有，啊，边个这一下，加一个卤丸，卤丸，哦，啊这，啊种，因个简单的笋丝汤，笋丝汤啊，哦。咸梅，哦，用安尼就知啊吼。嗯。白菜，白菜，卤白菜。带我去。龙河汤，那个菜丝啊，加迄个笋丝肉。啊，敢唔着着？嘿，内底敢着着？笋丝肉。哦。丝肉，唔是着着。伊有写鱼肉，无啦，用即卖用粗粗。哇，这扛着着啊，无唔少啊。这三包拢是着着啊。啊，最行啦！哦，包括这些哩，嗯。我空料够啦。空料够。都买入好几万，买上多。哦。哎，等我们来点比较，我讲诶，酸辣汤即马刚调试。笋丝汤，笋丝汤啦，啊，最后简单，啊，最后简单调一下安尼。好。啊，这两样你也食足饱，还敢？啊，再要吃那个同班美食啊！同班美食再要吃那个好啊！请啊，哥叫啊，你要吃吗？当然。我来个叫几份这个，叫几份这个空吧。哦，看你到底是真好吃款的呢，所以特别叫几份空。我要吃招牌咯。吃这个看嘛。好。会使烧散，还有肥肥。还有肥肥，嘿。这是生产啊，来。好，啊你先吃，吃了安怎？甲阮讲者。啥？这糖。因说糖，啊因前世开这间店，啊前世老味啊，所以即嘛是大苦汁嘛，这讲。哦，哦，我知，有可能那款了啊。有鸡蛋的样子啊。台湾日报，台湾新闻日报推荐状啊！哦，故宫寿，哎，故宫宫哇，赞赞赞！有哪可能？看个三百一斤，三百一斤，上少两百只，三百一斤咧看。哦，两百只，三百一斤。有鱼就爱我一包，啊，我迄包内底拢是三百一斤，上无迄包内底有要到两百只一斤啦。安尼哦，哦。
还有这两项。啊，搁来煮个大骨咯，一块骨，卡人骨。拢会使，控汤就好。控汤就好。白骨下面，伊我三我就控汤。好好了解，因为煮骨，我爱煮骨。煮骨才会好食，去油，来迄油糟了。哦，你煮骨一定爱煮骨。像迄个逼出来，就个油逼出来就对啦。对对对。哦。嘿，阮的肉一定爱煮骨。哦，啊，标出来了后，安尼啊，才去落去控。嘿，一定爱煮，有试过。爱控偌久？唔免久，你只要滚差不多二三十分啦。哎。伊滚肉是滚，肉天了。哎。即马佫滚起来，吼，滚差不多二十分就嘛，袂使滚伤久。嗯。你还佫翕袂？嗯。伊就佫伤烂啦。安尼拢伤烂咯。哦，啊，所以安尼，所以整个蒸熟了，唔免佮佫翕袂，啥物，一下就会使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了解。食我南菜，哦，伊南面甲我南面无共哦，迄个芳料，哦，你南菜，大家拢讲因家有一个秘方，哦，拢是中药啦。对啦。哦，你南胡椒我无南胡椒，你南五香我无南五香，是迄个中药的问题尔。啊，一定要有蒜头。哦。我的蒜头用足重。哦，是安尼对。好，谢谢。啊，你南城叫做大箍钱啊？是盖。我两杯。哦，你也两杯啊？哦。哦哦哦！啊，拢用伊名就好，伊讲你拢较侪方式，但你都无用，出力出了出。哎呀，这笋仔爱杀过，备料备料较长时间啦。哦，备料较长时间哦。阮鱼汤嘛最好食，阮的起面，甲我煮安尼尔。正常的，伊拢煮迄个四季米。哦，煮四季米。煮四季米。而且敢唔肯往来？我这唔是往来，我这撇笋仔。哦哦。啊，爱搁豆乳酒，唔是干那撇笋仔尔，我煮个豆乳酒。哦。但是哦，因为遮贵是因为这块鱼肚就一百嘛。伊的鱼肚较大块。伊的鱼无啦，差不多啦。伊那伊咧讲拢鱼有较大。因为哦，伊的较贵就是因为这块鱼肚准也卖你百二嘛。你家买迄个梅啦一百，伊照安尼加落去，伊无上下。我唔是。另外算较。我唔是，我无给人去开战箱，收重金，伊拢。做工啊，安尼消费伤高，人客我今仔有叫明仔载就不要。哦，对，了解。他们消费，因为伊所赚的是工钱呀。啊，消费伤高，人客不要吃那么每天吃那么贵啦。所以我拢会即块鱼肚啊，加一撮仔物件，你都袂安尼，我才卖140块，我无照。我若要照我的介绍是爱170块呢，我无卖安尼。是是。你若卖安尼，我互恁卤料就好，卖讲一年伤单调。哎呀哎呀哎呀。